拥有不老容颜的林志颖日前在泰国普吉岛和老婆陈若仪补办婚礼，宝贝儿子小小智担任花童，一家三口幸福温馨。如今这快乐的一家三口竟传出有望迎来第四位成员到来的消息。下月13日就是小智生日，就在生日前夕，他在微博贴上一张超音波图片，并留言林家第四宝来报道，随即引发网友揣测，纷纷留言祝贺，恭喜林志颖再当爸爸。小智8月份才与妻子补办婚礼，没想到一结完婚马上就怀了宝宝，真是可喜可贺。还有网友希望陈若仪这次能怀女婴，就可以和大儿子小小智凑成好字。不过就在粉丝欢呼雀跃之时，小智就发微博澄清道，谢谢你们的祝福，林家的第四宝是指我妹妹的小孩了，不好意思让大家误会了。如此闹乌龙令粉丝们大失所望，你就故意忽悠我们这些善良的粉丝吧。小智总是故意逗大家，先留个悬念引起大家好奇后再公布答案，原来是小智给开玩笑呀，不过照样祝福，希望下次是你的。同时还有准妈妈表示，看 B 超是男生哦，期待你老婆的林家第五宝哦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